了解青羊，关注青羊新闻，观众朋友晚上好，今天是2008年5月12号，星期一，欢迎收看青羊新闻。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：全国政协常委视察团视察我区统筹城乡建设情况，省市区领导陪同视察；创建主题报道系列今天播出29，科教、文体、法律、卫生四级社区。哎呀，好吓人呐！为什么就在抖呢？